我们说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样的一个历史经纬跟法理依据是铁的事实，谁也改变不了。中华民族复兴的这样的历史进程不可逆转。我想这是解决台湾问题一个新的历史方位。台独不可能得逞，台湾的前途在于祖国的统一，那台湾同胞的福祉在于民族的复兴。 这个是表明我们国家的态度，就向世界严肃地表明，台湾自古是我们中国的领土，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白皮书内容丰富详实，以客观的事实为基础，对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和发展脉络呢做了阐述，说服力强。 明确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现祖国统一的这个坚强决心和意志，令人充满希望和信心。